跟宜兰地区今天整天的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，在白天的高温大概都只有在20度左右而已。那在中南部地区，因为可以看得到阳光，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可以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。尤其是在南部的金山区，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点。那这一个部分，夜晚到清晨的低温，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凉的。但是这一波东北风对低温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，所以各地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大概都是在17到18度左右。关心医疗话题，保持口腔健康，刷牙方式有没有做对非常重要。不过还是有几个常见的迷思，像是清洁。